Hello， 各位兄弟们，大家好，欢迎来到我的频道，我是老头 Oldman。我们今天继续我们的瘟疫传说。哦，差点忘记说我要干嘛了。啊，好啦，废话不多说，我们直接开始啊。那么接下来我们就是坐船逃离到这个地方。我们现在要干嘛？其实我已经忘记了。沿着下水道前进。好的。然后我们的小屁孩已经先往前冲了。哎，不知道他要干嘛。哦，雨果并不在意。小屁孩总是这么的活力满满，永远叫不动。会不会有过动儿的倾向呢？有可能。哎呦，在嗨什么东西啊？你都不知道现在已经是非常时期了吗？ Hugo, where are you going? 哦，越跑越快，完了他死定了。啊，干脆让他自己死一死算了，我们也不要这个弟弟了，笨死了。我感觉得出来，等一下前面他被抓住了嘛，然后我们要想办法救他，有没有这可能？哎呦，哇，哇，英式盾牌耶！赶快放下。哇，哎、欸，我想要拿耶，我可以拿吗？好臭，应该是尸体堆啊，各种死尸啊。这时候呢，就遇见克莱蒙泰啊，没有啦，开玩笑的。哦，看这画面真的很漂亮哎、欸，讲实在的，哦，超美的、欸。哦，哇塞，尸横遍野，他们都死了。不能继续走了，必须沿着水道走，穿过战场。哇，这些应该不是因为黑死病搞出来的吧？这些应该是战争打架。有没有？你看，有分蓝跟红。这个战争的可怕、啊。哎呦，踩着尸体往前走，这样，难怪这么臭。哎、欸，这个尸臭味遍布哎、欸，我觉得他们不会吐，我觉得很厉害的哎、欸。这个尸臭味应该非常的强烈吧？闻一闻吐出来有没有？跟着火走就对了。哦，这边有路。The horse. 哎呀 ，I don't know. 这个马里面应该全部都老鼠吧？要爆！哦呦呦呦呦！哦呦，我才刚讲而已 ，Oh my god！ 捡东西，捡东西！哇塞，那我过不去啦、啊！啊，我突然想起来了，我们上一集学到这个嘛，对不对？就是这个 ，Yeah！ 都忘记我们学炼金术这种东西啊！想干什么？想干什么？想干什么？哇，不够了！制作丢 run， 这个好像有时间时效性哦，我们这不能待太久哦，感觉它会被烧光，感觉那个稻草会那种时效性的东西。有人呢、欸？亚瑟跟谁？他们是贼在偷东西，为了生存。偷东西哦，这个开路开起来，哇，超危险的！捡捡捡捡捡，捡捡捡捡捡。哦，这边什么？ We'll never get through. We need fire. 我们需要火 ，fire。看一下这个干嘛？疑点蓝。嗯，我想想哦。Could you help me with this? Yes. 哦，需要时间限制。快点，快点，快点！有了。Think you can do this? Yes. 快点，我们快撑不住了。雨果，你再不快点，他们就要死了。I did it.
不是他们，是你就要死了。Good. Now come back. 现在回来。呀！快给我。Well done, you two. Paralyzed. 我们有了这个棒棒之后呢，我们能怎么做呢？我想一下。点那边的柴火吗？可是那里感觉不是点的哎。啊，算了，这应该是帮助我们走到这边来才对。走开，走开，走开！臭老鼠，你们这些小坏蛋！哇，居然有士兵 ！Amicia, his lantern. I understand. Oh my god！ 差点被发现。来了。What did I just say? None. 哇，好爽啊！ It's horrible, but it worked. 哇，趁现在我们可以走过去吗？快点，趁现在，趁现在，趁现在！耶，过了，过了，过了！哇，在这边，哇，有手哎。很帅哦，有一只手在地上，泥路的吗？丢！哇，有人！干什么东西？哇！哦，没事，不要理我。这边有这个啦，吓一跳。想说他没过来，我们就过不去了呢。想太多。耶啊！捡回石头。哎，我们没有捡到工具哦，没捡到工具不能升呢。嗯哼，木棍。哎，有啊，这边有个工具，看一下这是要升什么？也都不能升啊，根本材料不够，好不好？别笑，想升装了。或许我们爬上去捡些东西，哦，有办法升，有绳子、布料。好，没东西。我卡住了哦，还是一样不能升。我刚刚是不是消耗太大了、啊？好吧，看来真的没办法了。这边要怎么过？对面哦，我们不想要浪费那个火了，我们直接用这个可不可以？不想浪费我们的打火石。我们用这个方式前进，去点那个前面的车子好了。不要再用打火石了，太浪费了。Oh no, soldiers! 有士兵来了，我看到士兵了。前进。Mind you, we're making too much noise. They're going to spot us. 那边也有、哦。有点想要往回走哎、欸，我们往那边走看看好了，把他那个给打下来。不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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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个，石头。呵呵，冷。那边有东西可以捡啊，我要过去看一下。希望材料可以充裕，我们就可以升阶了。不是、这是镰刀武器吗？ Can you help me push it? Very well.
they're fighting with that. Not everyone has enough money to buy a sword. 拿到一个奇怪的东西，这居然是收集品，不能拿来当武器，真有够靠北的。None. Right now. 小废物。马上被克掉。Let's push this. All right. 有。哇！We'll have to leave it here. Come on. 卡住了。What the hell are you doing? Hold him still. This is proper horrible. Come on, I just want his teeth. Yeah, but still. 什么东西想要他的牙？什么声音呢 ？Yeah. We need to pass below the aqueduct, Monsieur. But the rats are everywhere. Shh. We'll find a way. 他刚才说什么 ？I might have a chance if I go alone. You want me to try?把火！哇，他拿什么东西在敲啊？火把打不掉，穿盔甲，打了也没用啊！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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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快点 ！Well, I'll have to think about that. 哦呦，好险，好险，没事儿，没事儿，我们过了，终于有火把了，上去。We're going to climb up. Yes. Go go go. 哎，啊，我火把不能拿啊。我把挂那里有什么用啊？意义何在？上去。嗯？大哥啊，啊我拿火把干嘛？哈哈哈！我不懂哎、欸，拿火把能干嘛？看，好笨哦，他们。我不知道这边有东西可以捡，说这只就不能杀啦。嗯，这边貌似看也没什么可以捡的。好吧，算了。所以说我刚刚去捡那个火把，到底什么意思啊？啊、明明这边就没有老鼠，我要火把做什么？算了，不管了。太奇怪了吧！哦，走到这边来了。他们肚子里面有棍子。救命，年轻人！他们说什么？上去看一下。哇，门关起来了。哦，他说的是那个人吗？他被困住了。哇，太多了吧！把老鼠逼过去了。Sorry。我真的很抱歉。哇，你看起来完好如初啊，先生，我救了你了，你应该要感谢我才对啊，先生。你怎么可以这样躺在地上一语不发呢？忘了你的救命恩人了，怎么会这样子？看，这样的火把可以用掉，天才耶！你根本就天才呀！啊，又一个工具了。两个工具人，好爽啊！好，我们现在到了这边。
又一道新的谜题了。嗯，要怎么走呢？别无选择偷袭他。哇，看，给我一批材料哎，迷药。为了让我们使用迷药，怎么用？迷药能够让敌人沉睡，睡去从敌人的背后谨慎靠近，使用一哦。嗯，好好的睡吧。为什么你睡觉眼睛要打开呢？不对劲哦。当你被敌人抓住时，如果物品栏中有迷药，也可以使用。哦，迷药制作成本高昂，也许会影响你之后的升级。我是很省啦，就是尽量不用就不用啦。对啊，我是这么认为啦，能不用就不用。驱散了。哇。哦。嗯哼，按住 Q 可以让同伴特定的物品之类的协助特定物品 Q 过去，然后我们就要放生它了，放生放起来。哇，还有办法吗？我想要再加做一次欸，大哥再一次好吗？我刚刚错过了最佳黄金时期，真的是很抱歉。再一次，听话，请你再做一次。去，放 ，Yeah。啊，不是，啊，刚刚那不算数你。快点，快点，快快！啊，他死了！啊！快过来啊，白痴！啊，他死了！哈哈哈哈哈！怎么可以这么白痴啊？我直接把他带过来算了，受不了哎、欸！啊，带过来是对的、啊。带过来果然是对的，大哥是对的。快去给我拿过来，帮我揍你。啊，不对啊，拿过来之后呢？哦，点燃再走回去。嗯哼。有了，非常好。干虾力。完了，我忘记按了一件，我忘记叫他牵我的手手了。好，可以。快点，快点，快点 ，Go！ 有了，跟着我，不跟则死啊！好，可以顺利走到这边。成功啦！耶 ，Let's go！ 终于逃离这里了，有东西，有工作台，哦，棒棒的，还是不能升，到底又缺了什么？不是缺皮壳，就是缺布料，无眼嘞，东缺西缺。什么都做不了，现在怎么过去？没有路可以走啦。哦，我知道了，坐，丢起来，车间再快一点。
哇，垮了！哇哇哇哇哇哇，垮起来，垮起来！Going to have to stay in the light. Let's go, let's go. We're not holding it back. Quick, quick, quick. Run. Run. I'm not sure about this. It's working for now. Run. Sweet. All right. It worked. Soldier. 有人，有人。None.好，这里丢。还是过不去啊。哦。这边。这边啊。水哦。那有个绳子，有一条绳子。快点，快点，快点，快！我是要爬上去还是怎样啊 ？I'll help you up. I can't. 他不舒服，哎呦，头又开始痛了。I don't feel well. What's the matter? 三不五时痛一波。My hand. We have to get out of here. Hugo. 要相信你自己。Hugo. 想想你爸跟你妈。Remember. 想想那些青蛙。We were chasing them. Come on, let's go and see some more. 想想青蛙。We have to get out of here, Amicia. We will. This place can't. 好好的放松。哎，快点上去。嗯。哦，这边就正常许多了，老鼠都不见了。不过又遇到这些人了。嗯哼，怎么对付呢？打头。哇！哇！太多人了，我死定了。他死了。怎么帮他？他奶奶的凶啊！他奶奶的凶凶！There's an awful lot of them. 他奶奶的凶凶！Courage, lads. I know you're tired. I know there's not enough of us. I definitely know we don't like to be far away from these fucking rats. But these are our boys.能不杀就不杀吧，不要惊哦，不要弄草惊蛇。我能够往这边走就往这边走啊！哇，丢！嫩，进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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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快点，快点，快快快！哦，我们要过了。Amicia, I'm very tired. Look, there are trees again. I think we're getting to the end. Finally. 快要到了，快要到了。别再挨了。Where did you come from? You alone? Watch out. Say something, asshole. Hey, what about them? 哇，那是那些小偷。哇！哇！亚瑟，快跟他们跑！啊！雷呀！雷队伍！完了完了完了！啊！惨了，被抓到了！破损之物，
哇，被抓到牢房，居然没有 SOP。你们这种道斯人，啊，为什么没有这样弄我？I've got an eye for that fancy jewelry. And you're lucky I like gold better than blood, Lady de Rune. Where is my brother? 诶，他知道我们是谁啊。The better you look, the higher the ransom. Might bruise the goods a bit too much already. The ransom? Who's paying it? Oh, you'll see soon enough. You're not in your shadow anymore, so cork it, all right? Mangy dog.悬赏金额。我要被卖掉了，水哦！哎呦，亚瑟来救我了。原来是阿沙辛。哦，可以逃了。Yeah. Who are you, Melly? The other one's Arthur. This is all your fault. Where is my brother? Hey, keep your voice down. 我弟弟在哪里 ？Those dogs took my sling. 我的装备被拿走啦。我弟弟在哪里？下一集再告诉你。我们今天影片先到这里结束啦。如果喜欢我影片呢，左下角一个订阅，右下角一个喜欢，或者下方留言。我是老头，我们下一集再见面啦，拜拜。